中方一贯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张切实尊重和维护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伊朗和巴基斯坦是近邻，也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方真诚希望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避免局势紧张升级。如果双方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愿意为缓和事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方一贯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主张各方都应当尊重和维护各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我们真诚希望巴基斯坦和伊朗双方能够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升级。我们相信双方将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